我的眼里都是你，你的眼里都是戏。瞧瞧这真情的演绎，投入的表情，是无理优秀童没错啦。期末来临，咱们小童妹子也迎来了期末汇报表演，一上来就挑战俄罗斯名著《复活》的经典片段，真是厉害了我的童。视频一开场，扮演剧中历经苦难的文艺少女马斯洛娃的卷毛脏装童就火速上线。所长瞅着她这布衣布裙、球大衣外加头巾的装扮，也是忍不住赞叹：如此土味满满的风格，无理优秀童依旧能轻松驾驭出时尚范儿，真的是颜值即正义呀、啊！前脚所长还在欣赏造型风格，后脚就忍不住围观起关晓彤的演技了。甭管是眼神、小表情还是肢体语言，都非常具有感染力，台词功底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。听听这标志性的哑嗓哭腔，所长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不仅小童妹子全程很投入，直接把自己演哭了，甜筒们也是忍不住红了眼眶，点赞称加油我的女孩，你是最棒的。这边所长还在酝酿情绪 ING， 那边小童妹子突如其来的一句新疆味的台词，差点把所长带出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串台再看阿凡提了。我讨厌你的一切都是假的，欣赏完了这段表演，你们还记得无极中的小女孩吗？所长扬着老母亲般的微笑想说，小女孩真是长大了。